睡着了吧？他万一翻过来，我要不要把他推开啊？我们这样不好吧？是这样吗？就你绅士，就你温柔，就你想得周到，这家伙有什么好的？天天板着脸，还特意睡在中间，干嘛？这么喜欢做电灯泡？喂，你干嘛？呀，把你张总拿开！喂，哎，把你的张总拿开！我喜欢的是女人呢。你说，为什么故意靠林星辰这么近？你说，笨蛋，可是我的心却止不住的想靠近你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跟林星辰，你更在乎谁？笨蛋，林星辰怎么可以和你比？好污啊，好污啊！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啊？你是喜欢江念雨的？你怎么可以把江念雨送给别人？想象也不可以。可是好想看到刚才那一幕啊！哎。